欢迎两位，今天要吃什么呢？ Terry， 看你今天想要吃什么，妈妈都买给你吃哦，好多好吃的。我要这个，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啊，你要吃这个哦，这很便宜耶，吃这个啦，这个最贵。哇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帮我来一个冰火熔岩巧克力蛋糕。十个。十个。你迟疑吗？我儿子说要十个。妹妹你几岁啊？我八十四的。八十四啊，大我们 Terry 三四岁而已耶。然后天帮我用红颜再帮我哄好。哎 Terry 啊，你看那个姐姐才大你三四岁，你以后用红果去跟爸爸一样赚很多钱。哇，你叫他们这样子端盘子做那个服务生没前途耶，记得要读好一点的学校哦。好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乖，乖，好乖哦。好。妈妈，这不是熔岩蛋糕。我们点的是熔岩蛋糕哎。对哦，不好意思，我送错桌了。我送错桌？天哪，你是读哪些学校的？我是政大。妈妈，政大好吗？政大还可以啦，但是台大更好，可以出国读书更好。哇，你赶快去拿我的蛋糕啦！那总共是190。麻烦叫你们店长过来一下。哦，好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店长，请问需要什么服务吗？就看你们今天那个服务员妹妹态度对我真的很。不好哎、欸，我儿子来这里吃饭，然后他这样讲话，我觉得很不舒服哎、欸。不好意思，他说了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吗？反正他整个服务态度就很差啊，我需要他跟我鞠躬道歉。那你有具体一点，就是他说了什么让你不舒服，我才能要求他跟你道歉？没有啊，他送餐刚刚就送错了，送错了我就觉得感觉很不好了、啊。而且我们点十个哎、欸，十个蛋糕哎、欸，你们看看你们哪有客人可以一次点十个？不好意思，先跟你解一下，因为十个的话，我们是真的担心你吃不完，所以不是不上，后面九个是想说让你吃完第一个之后再慢慢帮你上。但如果你觉得因为有一点点，他就跟我鞠躬道歉就好了嘛。你是店长怎么这样啊？我都点那么多了。不好意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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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意思啊。这样可以吗？他这样子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账单进我们公司的、啊，我是谁都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客人会稍微等一下，回去点。我跟你讲，你刚态度真的很差，我要你跟我鞠躬道歉，还我儿子道歉。是，从你刚刚的态度上来讲，你自己的态度也不是很好，而且你从学历上就歧视服务生，你自己的水准在哪里呢？欸、如果你是这样的态度的话，我们店可能不是那么的欢迎你哦。哎、欸，我买十个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我送你，我送你哈，希望你下次不要再来我们店里消费了，谢谢。啊谢谢光临，你看，你看，谢谢光临。走，走，我们走。这种烂店他死定了，我回去一定打电话控诉你们。下次不要再光临，真是可恶，我是烂店。姨妈，走啊，去死吧！走啊，去死吧！走啊，去死吧！